说那个狮子筋呢、啊，摘下来2磅一个包装，卖16块钱一磅。他说卖16块钱一磅冻起来，可能再加点水。反正谁这么说你对，我们拿过这么大的小方盖儿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他那个玩意儿不挣钱呢，那就像工费太贵了。对，他那个就是怎么说？如果礼盒的话，哎，礼盒能消化多少？如果我们。